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再回首，依然有你》。播音三社：三寿。北冥有离。第二百七十九集，看见张教授，两人立刻闪进那房间。有人闯入，张教授连忙看去，然后他以为自己出现幻觉了。你们怎么在这儿？ 张教授现在又惊又疑，安茜茜看着他，然后抓着他手说：“张教授，跟我们逃吧，我们是溜进来的。”张教授欲言又止，摇了摇头说：“不行，我不能离开这里，我离开这里，他们会对我女儿不利的。”安茜茜感觉头疼。王哥似乎想说什么，但是张教授却想起什么，在衣服里掏了一掏，然后掏出一个黑色储存卡。 塞到安茜茜手里，郑重地说：“都在这里，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他只有这么一句话：“你们快走吧，这里很危险。”他知道他们俩是闯进来的。两人走出房间，往电梯走去，走到一半，突然电梯门开了，有人从电梯里走出来，两人惊呆了，两人只能低下头，硬着头皮往电梯方向走。大概是想不到安茜茜会胆大包天出现于这儿，唐明成也没注意他们俩。 毕竟，这地下研究所的人他都不怎么熟悉，以前老板可不是他呀。唐明成身后跟着姜丽，安茜茜吓得都要吓傻了，就这么和唐明成一猎人擦肩而过。安茜茜本以为自己就这么能蒙混过关，可是唐明成却转身看着他们俩，皱了皱眉说：“你们两个站住，跑！”王哥突然喊了一声，两人就开始跑。抓住他们！唐明成大喊着。 然后，地下这个研究所就乱成一片了。房间里人都探出头去，好奇的看着他们。就在电梯门要关上的时候，安茜茜和王哥冲进电梯里，电梯门关上了。唐明成手下无奈地看着他，他气愤地喊着：“愣着干什么呀？不会走楼梯啊？”他看向电梯方向，双眼微眯：“安茜茜呀，你还真是神通广大呀。” 走楼上，加上在负五的这个耽搁了一段时间，姜丽等人没能拦住安茜茜，两人冲出大楼，迅速决定兵分两路，方便逃跑。安茜茜反正什么也不管了，就往大门外冲。门卫也不明所以啊，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啊。这时候，姜丽带几人往大门冲过来，看见安茜茜冲进车里，气急败坏对门卫喊：“让他赶紧把升降杆抬起来。”门卫这才不情不愿把升降杆给升起来。安诺尔担心，喊了一声。 妈，你没事吧？安茜茜迅速发动车的时候，没事，我们快走。这时候，安诺尔已经看见追他们这帮人。等安茜茜把车开出去一些，安诺尔发现那些人也开车追上了。妈妈，有人在追我们。安诺尔说。安茜茜很紧张，然后脚下油门踩得更凶了。安诺尔连忙在副驾驶位置上坐好，有些紧张地说：“妈妈，你别急，你在前面左转，马上就是红灯了。” 他们可能会被红灯拦下来。安茜茜这时候冷静下来，果然看见绿灯所剩时间不多。听了安东的话，左转。可是没想到绿灯变成红灯，后面那车没停，直接追。车里姜丽急切地对电话里说：“老板，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他抓回来的。”两人在车上慌慌张张地开着。安东尔突然说：“妈妈。”他眼睛凉凉地说：“你一会儿在前面左转。” 会进入一条单行道，然后立刻右转。那些人要是开过头，就转不过来了。安茜茜看着身后的车，看了安诺尔一眼，像是看一小救星。他决定赌一把，按着安诺尔所说的去做。这个时候，他就看见车后面一辆黑色车没注意到他这边，不能还能右转呢，在那条单行道上越开越远。江丽一把拍在开车小哥头上，骂着：“停车！你猪脑子！” 安茜茜不敢停，继续把车往前开，但是他整个人都放松下来。安诺尔刚才看起来也是精神高度紧张，现在看起来也放松了。他们终于是把那些人给甩掉了。等姜丽等人下车，想拦一辆出租车追上安茜茜的时候，安茜茜已经开车走出一段距离，而且这个郊区一时半会儿还看不见出租车。姜丽只能苦着脸给唐明成打电话，说人跟丢了，难免被唐明成骂几句。 这个时候，唐明成逼问张教授，张教授已经承认自己见过安茜茜。唐明成只能说：“眼下的人是恨铁不成钢呀。”他立刻挂了电话，打电话给陈祥国，让他帮自己抓住安茜茜。毕竟对方可以动用警察权利。对了，安茜茜拿到线索，现在必须立刻马上抓住他。唐明成急切地说。可是那边陈祥国却不慌不忙。 放心吧，唐老板，我会帮你抓住安茜茜的。但是鄙人有一个小小的要求，那就是拿梦醉的配方来换。唐明成怔了一下，怒从心起：“陈相国，你这是敲诈勒索！你不帮我，我自己会抓住他。”说完，他就挂了电话。而安茜茜和安诺尔呢，已经逃之夭夭了，就这么漫无目的的就瞎开。安诺尔把地图给记住了，还真是帮上大忙了。 两个人呢，在郊区遇到一个小旅馆，然后又是老套路，对吧？开房，然后住，然后就对吧？睡觉。到了酒店里面，安茜希放下行李，觉得疲惫不堪，但是他还是从床上爬起来，找到那张储存卡，然后插入手机，开始查阅里面文件。里面全都是视频文件。安茜希打开以后，耐心挨个看下去，发现这些视频都是唐明成逼张教授研制二号迷醉的场景。 画面很清晰，声音也很清晰。这个视频可以证明这件事儿不是迟少俊受益的。这样的话，证据应该就足够了。正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安茜茜把储存卡从手机里取出来，握进手心里。一旁的安二也看着视频，然后他问着：“妈妈，要交给警察吗？”安茜茜却摇了摇头，她心道：“不行。” 现在他不能把这些告诉安东尔，他还小，要在他心里树立一个警察正义形象。安东尔疑惑呀，然后问：“那我们怎么救爸爸？”安天希说：“我们需要等待一个时机。”这个时候，他想起之前开发布会，就是池氏集团开梦醉发布会的那个地方，然后他打开手机网页进行搜索，想找的那个地方。 果然找到雷家入驻池氏集团的发布会，发布会是在两天以后举行。哎，你说巧不巧啊？就在他找到了证据之后呢，雷家要在那个同一个地方，就是把池少君搬到的地方，要开发布会，并且是两天以后，就非常非常巧。安茜茜眼睛一亮，有了主意。雷家他想入驻池氏集团，他偏不让他如愿。 发布会举行的时候，一定会有许多记者到场，到时候那就是给池少俊洗刷冤屈的最好时机。这时候中午呢，俩人又饿了，对吧？俩吃货就开始又吃，然后又玩然后呢，回去吃顿饭，然后回去就睡觉，对不对？啊！但是在这期间呀、啊，也办了一个正事儿。然后吃完饭之后呢，安建西打算去买些 U 盘，就开车带着安诺一起出门。但是这个附近啊，他找不到买 U 盘的。 于是两人又开车啊，就走了很远，这才找到卖 U 盘的店，然后就买了十几个 U 盘，然后就回来，然后就开始拷贝，对吧？这个事儿呢也就不赘述了，对不对？既然要干，对不对？他就得干一票大的，就得把这事儿啊全都公之于众。他不相信这些人真的可以只手遮天。两天以后，池氏集团发布会如期举行。讽刺的是，这次举行地点和上次梦醉发布会还是一个地方。 安茜茜就用脚丫子想都知道，这是雷家故意的，对不对？所以呢，两人就混进发布会，也不知道这发布会的安保系统啊，呃是怎么做的。还有那个陈祥国以及雷家还有唐明成他们这帮手下是怎么对吧做的打手，就愣没发现，对、啊、吧？俩人就大摇大摆的进了这个发布会。他这次穿的呀非常低调啊，估计也化了一妆，毕竟化妆很很精彩，很精彩。毕竟是人很多的公开场所。 所以呢，这里基本都是雷家的人，穿的不伦不类，反倒是成了异类。然后他就打扮成了一个记者，安东也戴一墨镜，穿着简单，身上挂了一小小的照相机。两人走进发布会现场，看起来并没有人发现。但是二人为了安全起见，走进卫生间里面，在卫生间的隔间里捂着鼻子嘴巴躲在里面。来参加发布会现场的人很多，大部分啊全都是记者。 就是感觉这帮人就是很想写一些爆炸性的新闻。安茜茜心道：“一会儿有你们忙的。”两人在卫生间躲一会儿，然后就听见外面有一个浑厚的男声，就通过话筒传过声音来，在这个楼层里面就回荡着：“请大家安静一点请大家在座位上坐好，发布会很快就要开始了。”听见这儿，安茜茜和安诺对视一眼，他们昨天已经商议过战略了。 安茜茜冲锋，安诺尔在后面胡搅蛮缠，给雷家的人增加难度。这个时候，安茜茜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小瓶迷醉，仰头喝下去。喝完，她等了一会儿，感觉大脑微微发热，同时大脑异常清醒，并且感觉身上有用不完的力气。她甚至觉得自己能扛起一头牛。妈妈，安诺尔担心的看着她，她摸摸她说：“没事的，我们出去。” 安诺尔点点头。发布会已经正式开始了，会场里安静下来，只有主持人的声音回荡于会场里，还有稀稀落落的拍照的声音。过了一会儿，雷佳上台，拍照声音立马密集起来。嗯、安茜茜现在虽然脑子很清醒，却有一股控制不住的冲动。她松开牵着安诺尔的手，在众人惊异的目光里面，几步就跨上发布会的展台。会场一片哗然，雷佳震惊的看着她的脸，喃喃的说：“安茜茜。” 居然还敢跑了这儿！这个时候，所有保安人员走上前来，想把安茜茜拉下去，安诺尔也就冲过去拦住了，然后哭闹着，一会儿抱这个人大腿，一会儿扯那人大腿，两人着急也没有办法呀，他们也不能动手对小孩怎么样呀。把他给我抓下去，别阻碍发布会正常举行。雷佳有点惊慌的说：“雷佳，我今天就要把事情的真相公诸于世，让大家知道。” 你是怎么陷害自己的亲哥哥的？明你少君他没有研发什么迷醉，都是你让李希把迷醉倒进了梦嘴里。安茜茜的话字字掷地有声，那些记者拍照更欢快了，一边拍照嘴巴一边也不闲着，兴致勃勃讨论起来。雷佳推他一把，无奈现在安茜茜力气很大，他没推动，他气恼地说：“疯女人，你说什么鬼话？别在这里胡说八道，把这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疯女人给我拖下去。 突然，安茜茜拉开腰间小包，把里面的十几个 U 盘全都给抓出来，撒向在场记者。这些 U 盘里有雷家和别人联手阴谋陷害迟少君的所有证据。安茜茜紧紧盯着雷家的脸说：“底下记者闻言，立刻伸手去抢地上 U 盘。大家别急，我在百度网盘也分享了所有的证据，大家可以尽情去看。”接着，他报出一串地址。 下面记者都专注的去听他的话，有些人直接用摄像机对准他的脸就拍起来了。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再回首，依然有你》，播音三寿，北冥有离，第二百八十章。 雷家的皮肤很白，现在更是白的吓人，几乎没有血色。他看着台下激动的记者，徒劳的解释着：“不要相信她的话，她只是个疯女人。”这时候，有记者疑惑的问：“我好像见过她，这个女人好像和池少俊关系不一般，之前发布会也出现过。”会场就像是炸开锅，没有人再去关注雷家说什么，焦点几乎全都在安茜茜身上。保安，保安，你们酒店保安都是死的吗？ 雷家苍白的脸又因为气愤而涨红，他大喊着。这时，更多的保安从会场外面跑进来，跑上展台要把安茜茜给拉下展台。可是，他们怎么可能威胁到现在的安茜茜呢？只见安茜茜出手干净利落，简直像个散打高手，在记者们惊呼声里面轻松放倒几个保安人员。这个时候，安诺尔小跑到他身边，抓你了衣服。安茜茜摸着安诺尔的头，大声地对记者说着。 我是池少君曾经的恋人，而他就是我和少君的儿子，名叫安东儿。女人，你疯了吗？雷家大吼着，接着他又转头对倒地上的保安咆哮着：“就你们也算男人？一个女人都搞不定。”说着，他朝安茜茜走过去，居然是要自己动手把他们赶下台。记者激动的就疯狂的拍摄这一画面，可雷家还是不是安茜茜对手，安茜茜也很不给面子，轻松撂倒的 下面记者惊呼一声以后，居然还有一个女记者拍手叫好。这时候，安茜茜走到展台上笔记本的电脑旁边，这台电脑是用来控制大型的液晶显示屏的，用来播放图片、视频。安茜茜直接打开网盘地址，竟然当场播放那些音频和视频，场面已经没法控制了。雷佳忍痛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就听见李希的声音在会场里回荡。他承认自己把迷醉倒进迟少俊准备的梦醉里。他震惊地看向安茜茜。 可令他更为震惊的还在后面，唐明成威胁张教授的视频很快就出现于显示屏上，整个会场如同一锅煮开的油，落进了无数细小的水滴，炸响不断，滚油四溅。他失败了，他还是失败了。雷佳忍不住后退两步，他呼吸粗重，惊恐的看向台下不断拍照指指点点的众人，突然想逃走。从前就是这样。 他是那个见不得光的人，总是被人指指点点，长相女气被人指指点点，身世被人指指点点。雷佳转身就要走下台，在保安保护下避开上前不断发问的记者，离开酒店。不过记者们对于雷佳的离开并没有多大的反应，毕竟安茜茜还在现场，眼下她所说的东西才是重头戏。看着台下的记者，安茜茜一不做二不休，把雷佳、唐明成和李希勾结陷害迟少军的事情全都给说出来 可他没有提到陈家，见钱眼开的势力小人陈祥国肯定也参与其中。但是，一来安茜茜手里没有什么证据，二来陈祥国在警局里的后台的确有些硬，硬碰硬不是好主意。过了一会儿，朱建明那边就收到消息，说是有人在池氏集团发布会上闹事儿，他就有些不耐烦，觉得池氏集团整天出事儿。不过他也不能坐视不理，毕竟牵扯的池氏集团的事，也是很有可能牵扯的陈祥国的。 不能让事态继续恶化下去，他立刻带人去了发布会现场，当然就带走了安茜茜和安东尔，并一本正经地说：“希望他们能够调查配合。”把人带进警局以后，了解一下发布会情况，朱建明就开始给陈祥国打电话，询问他这事儿该如何处理。他是怎么说我的？陈祥国紧张地问：“不会在媒体大众面前抹、啊、黑陈吧？”朱建明连忙殷勤地说：“啊，没有，没有，没有提到您。” 他只是说了雷佳、唐明成和李希，没有提到您。陈祥国呼出一口气说：“那就好。”“那这事儿你就公事公办吧。”朱建明答应着挂断电话，而另一边，陈祥国刚挂断电话，手机又叫起来。他抬头一看，发现是唐明成的号码，他有些不耐烦的拒接电话。过了一会儿，他似乎想起什么好笑的事情，笑了一会儿说：“你倒是自己去找安千汐呀，你倒是自己解决问题呀、啊。” 安茜茜被带到警局之后，朱建明派人去做笔录，事情大约也就过了一个小时吧。现在整个网上都已经疯传当时的视频，那些视频和音频已经不知道被点击多少次。现在就算是朱建明或者是局子里别的什么大人物想动点手脚，那也是不可能的。陈祥国一句“那这事就公事公办吧”，简直就是对朱建明的赦免呀、啊。等安茜茜做完笔录，警察就无情的让他离开警局，可是他却不离开。 还很新鲜的，跟警察说：“警察，我搞砸了发布会，难道我这不算违法吗？”啊！那人一脸纳闷的看着眼前这漂亮女人，又看了看他身边小男孩。“请你把我关押起来吧，我闹事儿不应该被关起来吗？”安茜茜不死心的问。那警察用看傻子的目光看着他说：“你的确闹事了，但是外面看在你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还带着一孩子。” 做这种事儿，就网开一面，你走吧。谁知安茜茜却坚定地说：“我不走，孩子他爸在这里，我不走。”警察一脸诧异地看着安茜茜，本来以为安茜茜说的孩子他爸是在警局里的，他哪个同事，却没想到安茜茜说的居然是关押于局子里的犯人，池少俊。池少俊是比较特别的人物，当然不能会同意安茜茜的要求，可是安茜茜就说什么也不肯走。 还在警局里面胡搅蛮缠，闹得鸡犬不宁。这些小警察实在弄不了他了，只能请示朱建明。这迟少俊之前的确是不允许别人去见的重犯，但是陈祥国既然说公事公办，那他现在也就没什么特别的。不过主要还是这个安茜茜太能闹腾了，对不对？这些人实在是经不起折腾了。加之安茜茜破坏发布会现场的确有错，所以他们如愿以偿的就被关进迟少俊所在拘留所里。 周围看起来很简陋，但是还算干净，只是看起来有些凄凉的味道。池少俊轮廓看起来更加锋利，长长的睫毛在脸上投下阴影，一双深潭似的瞳孔里射出清冷的目光。他微垂着头，看起来就像是在想什么。看见两人被警察带到这里，他先是不可置信的看过去，之后脸上虽然看起来还是冷冷的，双眼里却露出惊喜的目光。可是。 当他们被警察推进他的所在屋子里锁起来的时候，他脸色都变了。少君，安茜茜看着他，看着他长着青色胡茬的有些憔悴的脸，身上穿着囚犯的衣服，他眼泪就流下来。他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你们怎么被关进来了？池少君脸上惊喜不见了，他皱紧眉头，紧张地看着他们。安茜茜却是不管不顾的冲过去抱住他，感受他身上久违的温度。 池少俊不禁伸出手，拍了拍他颤抖的背。过了一会儿，他才冷静一些，转过身去招呼站在那里眼圈泛红的安东尔。池少俊擦了一擦安茜茜的眼泪，还想问什么，却听安茜茜拉着安东尔说：“东儿，叫爸爸。”安东尔眼圈红了，看起来有些别扭，有些艰涩的喊着：“爸爸。” 池少俊看着安茜茜，突然他身上所有的冰冷淡漠都像是冰雪一样，就笑了。他笑着看着安茜茜，又看了看安东二，动容地说：“茜茜、啊，冬儿。”安东二冲过去抱住他，安茜茜脸上挂着泪痕，笑容却如春暖花开。他说着：“少俊，我们一家人不会分开了，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出去的。” 温馨与希望在这小小的拘留所内生根发芽，就像是一抹希望的阳光。全书完。